大家好，这里是萌新人火龙果，我是果妈。我们不定期更新的开箱系列又来了。今天呢，我给狗狗们买了一个神器，不知道它好不好用，因为我是看颜值买的。本来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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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后呢，我选了这个最好看的。你想看呀？这是什么呀？小脑袋快钻进去了！哇塞，好不好看？港式茶餐厅系列，这是气味游戏垫，十分钟的游戏效果等于一小时户外散步，减少宠物的压力、破坏性和寂寞感。这个可爱的小铃铛呢，能够吸引它们的注意力。三明治好多层都可以藏肉肉。零食呢还可以藏到这个袋子里，把拉链拉起来。不过我觉得火龙果会把它拆掉。看是不是很漂亮呀？哎呀，还没开始呢，走开。这个也没有味道呀。他们就是比较喜新厌旧，喜欢新的玩具。这个呢是一个纹绣垫，像这些小缝缝里面都可以藏一些狗粮或者是小零食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你干嘛？这个不是你的垫子，下去下去下去。哎呦，火龙果又来了，迂回战术，跑下去又来了。这可能太舒服了，就你乖啊。嘿，这个里面都可以藏上小零食，下午茶里盖住。这个是个三明治，哎，走开走开，还没开始呢。还有个拉链，把它拉上的话，我估计火龙果要把这个挠烂。算了，还是这样，都藏好了。这现在呢，不是一个纹绣垫，而是一个牛肉垫。狗子们都跃跃欲试了，一、二、三，吃。三个太乱了，一个一个上啊。现在呢，我就准备给他们每个狗狗藏十颗肉肉来计时，看谁长得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好了，你们谁先来？就知道是你。好，预备，开始。拿出来吧，没吃。挠出来，我挠出来了，没发现。叮叮叮，又掉出来，他又不知道。咦咦哟，挠冰箱底下了。哎呦，在这儿，口袋捡了个漏。我这想等他又挠出来一个，来让我看看。咦，都没了，拉链里面的他也吃到了。我看这边啊，这个茶里面还有一颗，给，也都来了。火龙果呢用了七分钟，只差这一杯茶里面的。你干嘛，火龙果？咦咦，他好生气啊，这个没吃到好生气是不是？下一个该谁了？该皮哥了，你先走开，你最小。还是十个，一，火龙果走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走开，这是果皮啊，果粒也走开，预备，开始。都吃完了吗？这还有。看似不紧不慢的，效率还挺高。让我看一下，你还有啥？仨，怎么这么多？全被我甩出来了。我以为你吃完了，吃的还比火龙果快，结果差这么多。鬼猎你来啦，该你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鬼猎吃。吃吧，咦，当妈妈的、当哥哥的都走开，
走开！古丽，开始吃饭。我别说，要不要你皮哥帮你？火龙果，我服了你了，带着他们不学好，好好的一个纹绣店，这么快就被你找到 bug 了。还没疯完呢，他真的是太疯了。不过看来这个垫子还是挺有用的，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消耗他们的精力。哎呦，你看看看，咦，我好心疼。回头呢，我就准备研究一下，亲手给他们做一个，应该不会被他发现 bug 了。还把你气的啊！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不要忘了点击订阅、点赞、评论、转发，都代表了你对我们的爱哦。咱们下期节目见。